我还没来超马的时候，我以前卖的房子都惨赔，而且六七年都卖不出去。自从做了太阳能转移好以后，第49天就卖出了，那我获得的利益是新台币2000多万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的华楼，我是2020年10月初来超级生命密码来学习的。那我现在分享，真的是你学什么课室就获得什么。第一个就是说，那个时候我在去年的大概7月份的时候，我就做那个太阳能转移法。那我还没来超马的时候，大概是能量不足吧。我以前卖的房子都惨赔，而且六七年都卖不出去。自从做了太阳能转移以后，第49天就卖出了。那我获得的利益是新台币2000多万这样的。另外就是说，我外公有一笔土地，以前大家都不愿意签名，因为那是一笔很大的共同共有土地，法律上规定说要2/3以上的签名才可以。结果呢，我就应用第二次的太阳能转移法，加上我又到这个彰化跟这个营长学习德香，并且跟玫瑰仙子许愿，果然就顺利的继承这笔土地，是9位数的新台币我就努力的实修实练。结果呢，我不是人家骗了将近8位数，然后这个人就是我应用老师的心法顺利的，就是说他居然就是要用5年的时间还我，一个月平均要还我30万左右，然后5年他就说可以清偿了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建议各位同学，我们彼此互相勉励，互相学习，好好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好好学习，那大家一定可以富足。最后呢，我祝各位同学能够达到圆满境的富足，谢谢。